初见面之人问姓，问贵姓。先生贵姓啊？问名，问台谱。先生，请问点称呼啊？自说姓，若弼姓某。小姓林。说名，若草字某某。个名，晓芬。有亲戚世交者，应各以其名分彼此相称。嗨，妹妹。嗨，哥哥。普通称人若先生或某兄，自称若弟。王兄你好。陈先生你好。老者、长者称若老先生。老先生你好。自称若后学或称自明。后学有事请教。嘿，请讲啊。称人之父若令尊，母若令堂。小明啊，你可唔可以为我介绍令尊令堂啊？向人称自父母，若家贤，若家慈。呢位系家贤，呢位系家慈。见朋友之父称老伯，母称伯母，自称猛或疾。细伯伯母，你哋好。晚辈是小明的同学啊。你好啊。亲人之祖若令祖公，祖母若令祖太夫人。小明啊，令祖公和令祖太夫人近来好吗？向人自称若家祖，祖母若家祖母。家祖和家祖母身子都好好，多谢。见人之祖父祖母称太老伯、太伯母，自称几名即可。太老伯、太伯母，你哋好吗？小李同你哋请安啊。唉，好啊，好乖啊，好乖。称人之兄弟若令兄、若令弟，向人称字兄弟若家兄、社弟。请问令兄今年几多岁啊？家兄今年刚满40啦。社弟平日蒙你照顾啦。边系呢？令弟嘅能力好好呢？亲人之姊妹若令子、令妹，向人称字姊妹若家子、社妹。听讲令妹今年要结婚咯喎。唔系，系社妹明年结婚。今年结婚嘅系家姐。嗯，恭喜恭喜！见人之兄弟，称几先生或几兄，自称小弟。王二兄，小弟先告辞啦。陈先生，你慢走啦。见人之姊妹，统称几子。称字若小弟，书本则称词。优大子、优二子，小弟揾日再嚟拜访，保重。再见。拜拜。亲人之妻若令正或尊夫人，向人称字妻，若绝经或字内。尊夫人近来可好嘛？托你嘅福，绝经啱生咗个肥仔啊！见人之妻称嫂，自称几名，女子可自称妹。王嫂，恭喜你啦！多谢，都是托陈兄的福气。女子称人之夫，若尊父某先生，向人称自夫，若爱子。听讲尊父的王先生出咗国、啊，爱子是到大陆出差，琴日已经翻咗嚟啦。
见人之呼称某先生，自以避免称呼为佳，如必要的时候只称本人即可。王先生到大陆有没有顺便四围参观下？我去了紫禁城一游，好值得一看的。清人之子若令郎或公子，清人女若令外或女公子。令郎令外在学校的功课点啊？向人称字子若小儿，女若小女。小儿数学方面仲不错，小女呢对英语呢就好有兴趣。见人子称世兄，字称弟。称女若世姐，字不称。世兄世姐，好耐冇见啦。嗨，小慧。清人之孙及孙女，若令孙，若令女孙。令孙令女孙真系得意啊！佢哋几大呢？向人称自孙及女孙，若小孙，若小女孙。小孙今年要升国中啦，小女孙而家先升小四啫。见人之孙及孙女，称几公子、几小姐。诶，大公子、大小姐，你哋好啊！陈叔叔你好。清人或清字之已故上辈，统加一先子。如清人之故父母，若令先尊、令太夫人。清字之故父母，若先贤、先慈之女。令先尊、令太夫人是几时过身的？先贤、先慈在前年就先后去世了。清人已故下辈不必令家子，子云以前某兄即可。清自故下辈，但加一望子。或云以前某某亦可。以前小明兄是他喜欢去哪个地方的？以前小明最喜欢去动物园啊。清人之姑丈姑母，若令姑丈令姑母。向人称自姑丈姑母，若家姑丈姑母。小明啊，听讲令姑丈姑母啱啱喺美国翻嚟喎。家姑丈姑母预计翻嚟留两个礼拜。见人之姑丈姑母，称老先生、老太太。家后者可称老伯或老伯母。老伯、老伯母好久唔见喎。美国生活习惯吗？都唔错啦，不过仲系怀念台湾嘅家乡菜。呢次等小弟好好招呼两位啦。咁就一定要啊！清人之舅父舅母，若令母舅、令舅母。向人称自舅父舅母，若家母舅、家舅母。小丽，令母舅、令舅母系咪去咗日本玩啊？是啊，家母舅、家舅母听日就要出发啦。见人之舅父舅母，称谓房前。老伯、老伯母，祝你哋一路顺风，玩得开心。多谢你啊！清人之岳父岳母，若令岳、令岳母。向人称岳父母，若家岳、家岳母。听讲令岳、令岳母要翻乡下住喎。系啊，家岳话台北住唔惯。见人之岳父母，称谓房前。